从抗战开始，咱乡内有一个林玉峰先生，啊，伊出外打拼吼，非常哦，地有成就的时阵，啊，伊顾念着咱这个故乡的情啊吼，啊，所以伫1907年，伊就发心哦，要来对咱这个弱势的团体吼，啊，弱势的这个家庭啊来付出，啊，所以伊每年拢伊掠120户。哦，120户吼，啊，一户3000块，吼，啊，所以伫今年已经是第7年啊，吼，啊，所以伫今年啊特别啊有90户，中低收入户93户，啊，边缘户27户，啊，所以伊这是一个抛砖引玉啦，吼，来讲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啊，所以伫一个真好，哦，伫一个民间的力量，搭咱一个公共的平台，啊，大家来做连接。啊，其实这就是让咱感觉讲地方哦，处处啊，咱有人情的温暖啊，所以伫遮啊，咱特别来感谢咱林玉峰先生啊。但是伊今仔日因为人伫台北吼，啊无时间过来啊，特别后来请因两个千金后来拢来到咱现场吼。我第一先介绍我查某囝啊，林慧芬啊，吼，林慧芬小姐，欢迎林小姐。啊，搁一个是林慧珍小姐哈，欢迎林小姐。啊，所以特别感谢伊代替因爸爸啊来到咱家相亲相识。啊，所以咱所知影吼，其实伫这个尤其咱春节要到位，啊，大家拢要来过好年的时阵，啊，大家尤其伫这个时阵，有人愿意啊来搭咱伸出援手，啊，这就是。咱上大心哦，咱对咱一个哦，咱艰苦就是一个家庭来讲哦，不是金额偌济问题，是迄个感受会予咱深深的哦，得到咱的温暖的感动。所以咱在座是不是用破啊声，咱来感谢者。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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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典礼时阵，啊，伊嘛逐日来发声，要来捐救护车，啊，所以顶天嘛去县政府接受表扬，啊，今仔伊个车辆一定去咱个东山消防队，加伫装备啊，所以临尾我嘛要借这个机会，啊，来当颁发咱模范消民，咱是不是赶快用破声，啊，来当感谢。车一辆。